我的赖切图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就是开始。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私はジモモで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来玩我们的石矿子百万挑战啦。那这次石矿子百万挑战呢，真的也是推荐蛮多人玩的啦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是私底下有玩一下，然后玩一玩，终于玩到了，有迷路啦！哇，好开心啊！没想到玩一玩玩到这有迷路了。因为他天赋啊，要天赋要到达120，他才让你可以玩那个迷路，要修嘞呀！好啦，开心啦！好，那我们再来开始玩我们的石矿子百万挑战，然后来玩迷路吧。好，那这里呢，石矿子百万挑战迷路，他的名字是六岁天才幼女，杏仁迷路，然后。有千万频道啦，然后老司机 level 1实况能开黄枪提高忠诚，但几率遭到变态。好，那我们的故事一呢是什么呢？自称六岁岁的天才中二美少女，据说是混血女孩，会说中文及日文，喜欢与人交流，但是不喜欢出门的鱼干妹，兴趣是吃饭、睡觉、打电动跟吸猫，就是吸风太啦，哈哈，吸猫都要是吸谁了吧？吸风太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故事一吧。哇，真香啊！迷路参战。来，第一个就是资格挑战，欢迎参加实况组百万挑战，15天内达到10000订阅，取得正式比赛资格，总订阅0，目标10000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咯。哇，可爱的米鲁坐在这边啦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翻唱影片衰退日常热门，那我们看一下明天哦，明天是翻唱跟电玩，那我们就拍一个电玩好了。电玩我们就拉到3000好了，然后1000订阅，可以让到1000订阅，也拍好了一部啦，那就休息啦，一直三天，翻唱影片，好，那我们就放我们这个上去吧。上传电玩实况28，增加了1329人订阅，不错啦。好，那我们会点那个广告，那广告部分我会剪掉，那我们就转场。好，我们回来了。那他说明天呢的趋势是电玩跟日常都会衰退。那我们就拍这个好了，那边找好了这个了，然后两天了，然后增加1666，那我不花5000，啊，那我们就结束今天吧。起床，虽然挣扎地起了床，但总觉得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反正今天的话就是。太适合发片了，那一样，我们转场，我回来了。哇，明天趋势也是不好啊，翻唱电玩跟日常都不好。那我们拍的话，就拍个美食好了。美食，美女最爱吃的东西，最爱吃东西了。拍摄。我们然后就是这些，然后结束今天。同期实况组要
请联动一起拍摄新的影片。好啊，答应啊。双方意见有所分支，但依旧顺利完成影片，新增一部普通影片。今天不在这发片了。好，那我们转场咯，回来啦。好啦，这次终于可以发片啦，日常爆红，明天日常爆红。那我这边的话是有日常啦，有日常，然后看一下，就是明天日常哦，不要发翻唱嘛。我们接着今天，太少更新的缘故，粉丝逐渐淡忘安利秘鲁 channel， 忠诚下降40%，抱歉啦秘鲁，哈哈。啊，日常爆红，那这已经稍等。待会回来啦，回来喽！好啦，明天啊，明天还是一样日常爆红啊。今天就上传日常，上传生活杂谈32，增加了3070订阅，不错。然后我们拍明天的日常吧，日常，诶，拉到满。结束今天，好，日常嘛，那这一样先稍等一下再回来咯。好，回来了，那明天不太适合发布翻唱跟日常啊，呵呵，那今天就发布日常吧。OK， 好，5000订阅达成，订阅数悄悄增长，6岁的虚拟实况主悄悄出道。参加百万挑战，累积人气，谋图利，用实况一举为限，攻陷地球，每日拍摄增加一点，啊，不错。原拍摄拍翻整个日常嘛，那就拍个游戏吧，选 AR 了。好，截止今天。哦，那也是一样，待会回来看一下广告，然后让知道一下明天的状况吧。回来啦，那明天我来可以拍日常啊，今天拍日常，明天再发布。OK 的，今天发日常。然后你消，我就发一部这一部吧，没事好了。先至这里，然后这就打工。截至今天，订阅增加金钱2854。好，今天日常，那也是一样，稍等一下，再回来。好，回来了。那明天趋势是可以发布翻唱，那今天先拍个翻唱吧。啊，1000，直播中有机会开黄腔，是否挑战待极限？啊，要求的，大胆开车，精美车技让观众惊呼连连，增添无数实况爆点，忠诚上升5%，尺度拿捏十五，车速过快，遭到笨台啊！制作延长2天。哈哈，啊！开车开太快，啊哈哈！来，啊，可以发布翻唱，那得稍等一下再回来喽。好，我们回来了。那明天其实是可以发布日常。那额外的那就不要看了，点赞订阅500。那今天发布这个，影片收到负面评论，底下留言赞成一片，正面，哎呀，正面迎击，但失言口误，失去了一
152订阅，152订阅还大型实况，我是觉得还 OK， 但是我这种小型 YouTuber 不行啊。啊，擅长翻唱影片增加了391订阅啊，又回来了。那这个也就是加速吧。好，事件发生，因为忠诚度影响，增加387订阅，要修嘞。订阅金钱增加了3223，天赋发动，信仰之力，忠诚上升2%，第五天。好，那样对，待会回来喽。那我们回来了，哇！今天啊，明天不能发翻唱，可以发美食、电玩跟日常。OK， 翻唱不发啊，今天发布日常。那拍个日常吧。哎呦，可以到这个，就剩下的就拿来打工吧。合作宣传碰到狂热信众，趁机告白并大肆抖内，哇！感谢，哇塞，哇塞，咪鲁真的很开心啊！感谢新顺者内，哦，今天来这个加速啊，不行啊，啊，结束今天，好呀，那待会儿hello啊，明天还是日常爆红，那今天还是不要发布翻唱嘛，那就生活杂谈此时，正面好了，失去了675啊，我没差，没什么差别。上传美食增加432，发布这个就接一半了。上传电玩实况28，增加了1451订阅，哇，一万了，通过第一阶段天使班。的容貌与魔性的风格虏获无数观众芳心，信徒与信众互称，成为实况圈不容小觑的新兴势力，解锁业余团队可拍摄更高预算的影片啊，业余哦，OK 了。也是日常，来拍个日常。好的，1000、1300、1000跟3000，哎 ，OK， 哎，那这样，多拍再拍一部就好了。来，那我们就带回来吧。好，我们回来了。那这次是翻唱跟电玩了。那这次是可以发布这个日常。置之不理。OK， 这次置之不理是对的了。哎啦，不然要走啦。呵呵。聊天是有人恶意刷屏，咕噜凌波，咕噜凌波，咕噜凌波。禁言，枪乱源全数封锁。聊天是拍手称快，忠诚上升5%，哈哈哈哈，咕噜凌波。然后还有翻唱嘛？反差1000，咕噜凌波都来了。大胆开车啦，又是哎呀，哎呀，
不行啊，也住今天，大胆开车这不太好啊。啊，那我们待会回来喽。好，回来了。哇，这次我每部都可以发布啊。那这个了，然后来拍一个美食。拍个美食，粉丝寄来巨大大葱韭菜料理，拒绝，抱歉，拒绝，区区一万元是无法让人屈服的，韭菜是人类的公敌。我大家各位听众们，各位新粉们都应该知道，米鲁讨厌韭菜啊。所以呢，我拒绝了。啊，最后一天了，基层啦，全部发布。来，全部发布，全部发布。啊，付费了。啊，这结束。啊，全部发布。最后一天了，不能那个啦，个十百千万，现在才两万一，然后最高，再到最高，连续拍两部，哈，可是咕噜凌波直接禁言了。啊，增加了434订阅，7345哦。挑战，资格挑战，欢迎参加实况主百万挑战，15天内达10000订阅，取得正式比赛资格，个十百千万，现在10000了啊！我现在20000了呢，个十百千万，20000了，个十百千万，我已经挑战是达成了啊，对。啊，下一个是正规挑战，实况人生渐入佳境，以10万订阅为目标，成为众所瞩目的实况主。10万呢、啊？一说到10万，大家各位新粉或新跟新众应该都知道，米鲁在2020年6月19号的时候达成了200000订阅，也是恭喜米鲁达到200000。那这次就了，我来为你在这个游戏里面达成到20000吧。我们就开始喽。好，我们再回来。好，我来了。那这次还是翻唱爆红啊，这今天是电玩了，结束电玩 OK， 明天是翻唱嘛，然后拍个翻唱。管大家这样就好了。好，休息。好，那今天的是翻唱，那待会回来喽。好，回来了。明天电玩下好啊，翻唱，上传。影片收到负面评论，正面，哎呀，要修嘞。你这个就直接拍这个了，虽然4块钱，好啦，拍个这个了，日常4块钱，增加一个订阅而已，哈哈哈。好，我们结束今天。好，同期实况组邀请联动一起拍摄新影片，就是两人一起集合，想法激荡，
下完成旷世巨作，新增一部高订阅影片。新增一部高订阅影片是哪一部啊？他刚才是新增哪一部？我不知道哎。反正要专业是要10万，然后顶级要大概50万，那就放一个翻唱吧。然后结束今天，要11天吧。这次的话就不接那个了广告了。看一下哦。你也是不该拍发布，那就随便拍一拍吧。广告看到就心累了。结束今天，哎呀，被遗忘了。好，那今天是翻唱啊，那我们就放个翻唱15吧。OK。增加一个拍摄点，还有个业余拉到最满，那这个就直接再给它加下去了，那直接就这样，一脚天，一起拍摄，现在那一部那个。就发布这个29吧，297000呢，你再发布28吧 ，OK， 剩下哪的都要等来拍摄，结束18天，日常增加一订阅3整，呵呵，加速啦 ，OK， 这样，好，直接，隔天，信众组，哈哈哈，粉丝被出征，无比委屈，人心惶惶，纷纷退订，哎呀，要收棍的。今天要发布翻唱啦！哎呦，再发布这个啦！哦，这组就是好多，真多，5000订阅，5万订阅了，个十百千万5万，当周 No.1， 当周热门排行，信的咪鲁的魅力席卷排行榜，用萌。和猫耳扩散性病强势攻下热门影片首位，哦，就是那个啦，就类似那个发烧一啦。那今天就发布个翻唱这个吧，6200了。今天的翻唱，随便拍一个啦。日常就直接业余，然后全压下去了，结束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翻唱个日常啊，压下去，这个啦，可以，我付费 ，OK。然后生活，日常生活。OK， 然后再来翻唱。OK， 直接这样过了。还有20000多翻唱个日常，又是翻唱个日常。跟大家随便做一个了。拉！我做了很执着的，要一千就好了。因为1000，然后扣300块，刚好是那个1000的而已。
我要3001的话就不行了，像这个就不行了。买个美食，然后反差就全压下去这个了。啊，结束。这第四天，日常爆红，很好，没有日常。啊，直接全压下去。喂，回去啊，回去。OK， 啊，结束今天。哎呀，放弃，可恶。好的，这是日常跟翻唱。啊，上去，回去。回去。还有7139，结束，翻唱，给，那个电玩就好，电玩直接给这个业余下去，业余，回去。哈哈，那个，放这个了，结束今天啊，最后一天，答应，完，然后又是完账，没问题 ，OK， 哎呀，哎呀，我去！管他的，下去了，下去啊！跟弹无敌，人家滑下去了。哎呀，待会回来喽。我回来了啊！可恶！啊，又要再看一次广告了，那我们就带回来喽。哦，我们回来了。可恶！好，这就是再看一次广告啦。好，我回来了。终于这个节，回去，滚大的，10万订阅，超级虚拟偶像，首次登上101电视墙，迅雷迷路，登上各大节目，在狂热信众贡献下，教主迷路降临各大节目，据传信众整支及。筹备专属电台，已经没有人能阻止性病的扩散啊！接着专业团队可以拍摄更够预算啊！那、啊、就代表的是啊，专业团队就代表的是啊，雅虎 TV 啦，那、啊、就是现在咪鲁所属的那个公司啊，雅虎 TV。呵呵
OK， 直接结束。What the？ 哦，吓到我了。好，正规挑战，习惯组人生渐入佳境，以十万订阅为目标，成为众所瞩目的习惯组，达成。下一个就是有点困难的百万了啦。最终挑战，实况组百万挑战，最终挑战，在最后的时间突破百万订阅，夺得百万订阅奖牌。叫一个十万订阅的人要冲到百万，有点困难哦。啊，我就开始爬，面临15天内。今天没有什么东西呢？哦，四个，那就。各拍一个吧，都要拉1000呢，拉到1000订阅3000块，1000就给那个了。啊，我也是现在在努力冲了1000订阅啊！每个都各拍，都拍各拍一次。啊，就是今天美食、电玩跟日常，美食生活、日常啦，是日常，生活都日常。哦，美食，电玩，哦，我们来拍一个除翻唱，其他都各拍一次。我结果都是1000的上去。又是这个，哎，咕噜凌波禁言了，无言。我一整个无言信众信众有了共同目标，成功凝聚向心力，哈哈，日常爆红我觉得应该大不了1000，也不是1000，是大不了百万的。直接给这个顶级，不顶级那是什么？专业团队60000块，打工，就加速，结束，日常，结束，就是今天。网络上冒名粉专称自己是咪如，要求赞助，信众出征了啦。哦，美食跟日常，美食跟日常，好一 k， 好一 k， 好一 k， 回击，结束，还有10天嘛？天举键，啊，键盘装饰的建议毫无效果，真的是下降了。美食，啊，没有拍到美食。挑战。
由于过程太过悲惨，信众同情敌发起捐，我要一万块啊！会给结束，哥哥，起床。上传这个好了。哦，回去结束，美食跟翻唱，哇哦！回去，回去。付费了 ，OK 了 ，OK 的，没事再加下去了。OK， 结束今天，我觉得有点困难哦，剩下七天了，美食跟日常，美食跟日常，一二三，下去，加下去，美食下去。OK， 结束今天，我觉得应该打不到了。日常爆红，没拍日常，随便下去了啦。再拍一支日常，我再拍一个游戏，给他随便下去了。无事 ，OK， 这次终于啊，没有怎么样了，好像目前还没拿大喊开车嘞，信众出征了啦，翻唱跟点玩，这个啦，给这个下去，那个美食，再个翻唱。晚上就用那个夜语吧，结束今天这个保持现状，美食翻唱跟日常，美食，然后日常。然后再拍一个游戏的，再拍一个日常美食好了，剩下四天哦，很难很困难哦，什么啦？我觉得真的好困难，要待在百万有点困难哦，美食翻唱跟日常，各拍一个。随便点了就各拍一个了，保守路线，这次没开车，迷路才要在开什么车，这个啦，迷路才六岁而已，开什么车，日常生活的下去啊。就这样结束，心中出征，日程甩腿，发个其他影片好了，这样就好结束，加 ，OK 结束，起床，秘鲁起床，美食，好美食下去。正面，哎呦，要修嘞，呵呵。游戏下去，下去，
打工啊，失败。阶段挑战失败，需求100万，目前订阅个十百千万十万23.067万，跟好像现在的订阅数有差别哦。哼，那第二次才好像秘鲁订阅数好像是20.9万嘛，要21万了嘛。啊，至少卖达23万。建立频道 Animilu Channel， 最终订�阅数23.067万。好，那个我们是我们于6天达到5K， 然后11天达到10K， 然后23天达50，然后50K， 29天100K 啊，信众较快速扩散并渗透各国，成立宗教，掌握话语霸权，征服地球指日可待。增加天赋32，好，确定。到了52啦。等级提升，技能升级并解锁新事件。好啦，这次先来玩个故事一啦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次的录影到这里结束啦。喜欢我这次的实况组百万挑战的话，影片下一点喜欢咯，以及订阅打开二次铃铛。那你们想下载，影片下方会有连结，影片下方有 iOS 跟安卓系统的连结都有，我都有放。然后因为最近都大力宣传这部影片嘛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去玩。那我们这一次的影片就在结束了，大家拜拜。影片到这结束啦，喜欢我的影片下方点喜欢以及订阅，打开二次铃铛，不要输嘞。二次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下一次影片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要是不定时发片直播，还有什么问题用 FB 粉丝团、YouTube 留言区、Instagram 都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。拜拜。